这个19年式的哈，这个背包一样啊，我们先试一下自己的身形，先试一下，然后调整一下你的身形。哦，那你依每个人的身形去调整。哦，因为这个我已经都穿过了，所以它几乎是不用调整的。哦，先你自己如果第一次穿，你就先把它调整好，调整适合你自己的那个体型。哦，然后这个背包拿下来，然后用这个电池。哦，如果你右手就是这个线就在右边，哦，左手就在左边。放进来，然后拉链拉上，这条那个线头从背包这个挂环这边穿过，然后胸前这边这个皮带从这边穿过去，这样，这是比较方便的方式啊，不用再背那个绑。绑那个手臂，来，然后打开开关，啊，使用的时候扳机就快速按两下，然后就启动了。那第一段大小开口切换，如果要待机就按住都不动，秒就待机，就这样，基本上就是基本上着装就是这样子。